你们快离开这里吧。你就是消防员费洋洋吗？你认识我？当然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我可以用你的签名吗？这里很危险，你快点离开这里吧。费洋洋，我们一起对付他吧。好，加油啊，费洋洋大英雄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不是叫你离开吗？人家只想多看偶像你一会儿嘛。给我下来！你们好厉害呀！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只是想拍一些偶像的照片回去，给你带来麻烦，真的很抱歉。我现在就把照片删了。就因为这个？你真的不生气了吗？我说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